工人啊，没有灾，没有人帮他洗的时候，去他家拿来衣服来洗。然后他去到那边第二次，他就问我，你知道太阳子谁吗？我说不知道，因为我是不理不睬的。然后他就啊，不紧，我送你四桶，你拿去喝。哦，可以喝青菜了，我是这样子的反应啦。然后他最后哦，他在我耳边讲，这就是吸钱给啊。我的眼神，吸钱给我，心里是这样子的。他不要嘛，改成吸钱给你，不要嘛。吸钱给我，我想我吸钱给我，金嘴哦，吸钱给金嘴啊。然后我就 OK 了，就拿回家，就先给我孩子喝先，因为我就打给我孩子一，他的去学校嘛，一个礼拜水一定要给他拿去的嘛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孩子，这啊四千大水啊，你跟我喝完啊，你不要倒掉啊，啊，喝不完也好，喝完也好，一喝完就对了，不可以倒掉啊，哦哦哦。有喝完了，喝完了，我要给没有管他了，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啊，普普通通这样子喝啊，没有喝到第一个啊，因为我有喝茶，有泡茶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水可以加热不加热哦，没错，我是用我的自己的我的玻璃水咯。然后第二次去自己家的时候，他又问我，哎，这个水啊，我可以煮饭的，有什么哎？第一个习惯来哈，一个习惯我可以煮饭啦，可以煮饭就可以泡茶了，哎，不错啊，我就来泡茶了，泡茶也供水啊，供我的佛祖。然后剩的茶我来喝，可很奇怪，普通的我泡茶喝的那个水呢，哦，过了晚上呢，它的水是好像变了啦，一个味道。然后它的紫水呢，拿来泡茶了。到晚上啊，都是很漂亮。我还是这样子喝，冷冷也冷也冷啊，我也是这样子喝，也是 OK 我，很好。然后我来做什么？然后他说可以煮饭啊。然后我来洗米哦，要米哦，我来放那个我的瓜那边来熬好了去，是很漂亮，你要吗？然后我就煮饭。我煮饭呢，我不是这样子包那个煮的，我是用蒸的，因为我和我两个孩子嘛，来蒸那两个，啊，这样子哦。一开起来，哇，它的饭呢很香哦，来蒸啊，很香，很香，真的很香，啊。为什么呢？吉吉姐叫我不招财猫呢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招财猫的手是怎样的？这样的，这样子啊，啊。你们越摇，你看摇看看，越摇越有财的哦，你摇看，真的，越摇越有财哦，真的很厉害。但是哦，我啊，六月前啊，我认识就姐姐是六月前啊，我的手啊，招财猫，你放几大的 battery 也好，几毫量的 battery 也好啊，它招财猫是这样子的，不能摇，为什么呢？我手痛。我天天我手跟我讲话的，我手会跟我讲话的，哎呀痛啊，我说哦，我会按一点点，我会一点点的搬桶碎的那个中医师啊，自己按好了啊，又在做工，然后弟弟姐姐给我喝应该是有八桶啊，自然而然我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手没有跟我讲话的，会叫我的，我要不要，真的是我手没有痛哦，可以做找找猫了，要再找猫再找猫再找猫，我就跟姐姐讲，我的手忽然间跑去，不知道做什么，哪里东西消息啊，哪里有，忽然间它跑一粒起来，然后它肿起来，一粒肿起来，很吓人，喝得好像没有肿，没有肿，这样很神奇。那你有买吗？四千八，哇，4800我真的是有买，感谢鼓励。